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与妻子拉尼亚王后盛装亮相，西班牙国王、瑞典国王及王储维多利亚公主、泰王瓦吉拉隆宫、皇后素提达陆续抵达会场。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、王后卡密拉将在六号正式加冕，各国外宾陆续飞抵伦敦。加冕典礼前夕，英国皇室宴请各国领袖和王室成员，日本皇室秋小宫夫妇也没缺席，还提前抵达当地会见驻英国使馆人员。加冕仪式将在台湾时间下午1点开始，新敏寺外大批元警待命，荷枪实弹来回巡逻，白金汉宫前道路封闭，任何车辆通过检查才能放行，连一旁草地也没放过。这场加冕仪式动员29000警力，维安层级升到最高。尽管比起女王加冕规模大幅缩小，但光是维安出估将烧掉60亿，加上典礼花费，总金额上看百亿。